爸爸，你一个人坐这儿干什么了嘛？你走上给你打电话，你不见。田坑啥季的这个玉米吧，电话忘拿了，在家里。你看那个野没有来嘛？全部被推完了。哦，推地也追不出来，这是。大家好，我是葛燕儿。朋友们应当都知道，前一段时间我们家乡突发了一场大暴雨，有很多人的家都被淹了，还有很多农作物也被大量的淹没。 包括我爸爸种的30多亩的玉米、高粱、谷子、洋芋，这些都被彻底的推没有了。这几天我爸爸天天往地里边跑，其实我也知道他心里边难受了，但是现在也没有办法了。 我爸爸今年60多了，在外面干活也没人要。这几年一直在种地，我们姊妹几个让他不要种了，我们来负责他的生活。但是我爸爸这个人性格特别的强，说只要他自己能得动，就不想麻烦我们。然后每年都在种地，每天早早的起来，跑到地里边精心的照顾庄稼，每年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种地上。前年被推过一次。 不过还不要紧，今年眼看着就要丰收了，又被洪水吞没了，这彻底的吞没有。所以他每天都要跑过来看看。其实我们心里边也很难受，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们只能积极的去面对。哎，九宝。 爸爸来个来嘛？爸爸过那儿接玉米，爸爸过来嘛？那我给我看个来啊！哎，你们看，我爸爸又在那儿掰玉米去了。爸爸，你儿把这个掰哈能吃了？这不掰都撂了吗？这个。今年的玉米本来都长得可好来了，这下推的一拨都没剩下。爸爸，你是快不要掰了，掰回又把我们能吃去了。哎，掰回个谁敢喂鸡个呗？这可能就是我们父辈这一代人对土地的热爱、对粮食的珍惜。 你是盐城这么个来，还要往回搬了？九宝，该下来帮忙搬嘞。哦。这就搬回去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葛燕儿，俺们是小菜来，我和我姐、我妹子以及光了，在我附近这起来串。对对。 真的是，来来，大叔，来来，杀猪一起，杀猪！我才是第一名。 杀你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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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漂亮啊！走，车队来了，咱们回啊！啊，这是我们路了。走，那我回给你们做吃饭走。啊，彤彤，慢点，等等我们。 来两碗白面，爷，刚有俺们上山采过来的，他那阵碰见人就卖煎饼果子的，俺吃都想吃来。今天我就在家里边给做煎饼果子吃，先和面。凉水和面，少量多次的往进加水，水一放下浇起来。面糊和成这么稠，洗就好了，让歇着，再炸一点果子，刚和好的面，把面用浇面机子面一下。 好嘞，上锅子，大姐，油回来吧。今天我就用煎饼铺吧，煎饼铺上抹点油。
一面接地气来一颗鸡蛋。芝麻葱花再过来了另一边，抹一点甜面酱，来一片生菜，面馆小肠，喜欢吃菜的放点菜，撒菜，这过来好嘞。慢慢的啊，来，阿妈，哦，谢谢打看你做的这股建议了。啊，别吃那种东西。咱能吃几个了？来，赶紧尝，我又猜出来了。王鑫，拿。王鑫，你吃几个了？他是自己吃的吗？三个。妹妹买一个去。妹妹买一几块啊？你们今天买多少钱鞋子？就是的。回来你看我再给你们要啊。今天吃这个又简单又快，嗯，就是随吃随拍，拍拍完了吃吃饱了，我看，你们都要来吧，要看我再给你们录来。今天去做饭，有东西哈，雪饼、咱们米饭，就能吃饱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，喜欢的朋友给我点关注、点赞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一年几只买的西瓜？你不想吃黄瓜？你黄瓜嘛，买这么一堆，少买上一点嘛，只能吃完了。哎，你知道这个黄瓜一斤才4.8毛，我爸可就买了一个。那应该少买一点而已。我该是多买了点，这么便宜吗？咱们月子过黄瓜都是亲自介绍来了。平常赶不上吃嘛。那你要是买上这么一堆，都给咱吃了吗？哎呀，咱们一天挺好吃不还黄瓜。人家都快放烂的了嘛。能放烂了没事，放两三天呢。你给他直接把这叶子摘了，咱不行，太没小菜了。啊，能。给他要把西瓜切了，你这熟的。太熟了，熟的热天气了。爸，我哪里还有西瓜汁？就是好吃。我俺那种西瓜汁，我说咱们西瓜是不是？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葛英，今天可城里边了，黄瓜还便宜着了，我买了一箱。回来就腌个黄瓜吃，先把黄瓜洗一下。买下的黄瓜纯粹没味儿，直接就跟那瓜蛋子一样呀。给洗净了。好，来给你放在这点上。黄瓜去头去尾。把里边的籽去了。打来电话说他全部起来了，放盐腌一下。
都多半字也也上一个小时，让水分往出试着。再去点配料，夹片儿，小米辣起丝儿，黄瓜上的水分也出来了，把黄瓜腌的成这么就好了。再多淘洗几遍。水分铺干了，开始腌。蒜片、姜片、小米辣、香菜根儿，来两把白糖、生抽、蚝油、红醋、芝麻、花椒、干了尖儿、牛油条，拌起来。今天的黄瓜就腌好了，吃起来甜甜酸酸脆脆的，特别适合下酒下饭，吃面条就着吃也比较好。现在把这个装到盘子里。把糖糖倒进去，盖上盖子，放冰箱里边保存，三小时以后就能吃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，喜欢的朋友给我点关注，点个赞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